好。若有种植树木，应当防止鸟来筑巢，尤其是较低的树枝，如果已经筑巢，应当多注意保护。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下面四则摩尼世尊说入扎字观本净妙行义，是观自在王如来说为往昔千百亿降伏称根无量寿无忍自在佛说是佛成道时，此佛因地做菩萨时，如来与说辞扎字观修入妙观里去净土门。因为我们说净土，净土西方净土是哪来的？从这里来的。我们众生的称，如果明白了这个扎字，这个扎字的这个本净妙行，本净妙行义啊，妙观里去，这妙观里去的话，就转我们的第六意识分别时，我们的称的这个根为妙观察智，而深入西方莲华部族阿弥陀佛。这就转识成智，对不对？转我们的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成就莲华部的往生到阿弥陀佛这个净土里去。五者摩尼世尊说入那字观本空无自性意，是不空成就如来说为往昔千百亿降伏痴根难胜慧命自在佛说是佛成道之时，此佛因地做菩萨时，如来与说此那字观修入成就金刚菩提解脱门阿拉巴
扎那，这个那字就是北方的本空无自性意，修入成就金刚菩提解脱门，转众生的眼耳鼻舌身这个痴根，这个哎，眼耳鼻舌身是不是愚痴啊？眼睛不知道耳朵吧，离得这么近，两个也不串门，对不对？鼻子离嘴这么近，最多留点鼻涕给他尝尝，对不对？所以这个五根它是痴门呐、啊，痴根呐、啊，啊，眼耳鼻舌身，这是痴根，就是转我们众生的眼耳鼻舌痴根为尘所作之。哎，这个时候开了智慧之后啊，眼耳鼻舌身不但不打架了，还会配合了，成就清净的身语意业，对不对？哎，就是成就这个北方的啊前摩部不空成就佛。那为什么后来我们阿拉巴扎那后面得五个德呢？这个五个德其实就是这个五字真言的五个法身德，就是东方的，所以持戒啊，不动佛持戒精进而成就的啊，东方代表这个戒德，南方代表定德啊，就是安住在这个清净意，精进不懈，这也是一种定力嘛，所以定，这种定成就的，所以也有定德，定的法身德，戒法身，定法身，西方阿弥陀佛这个呢是慧法身，北方的呢是解脱法身啊，不空成就是解脱门嘛，解脱门也是涅槃门，就是啊解脱门，解脱法身，中央比卢遮那的呢叫解脱知见法身，所以转众生根本无明为法界体性智嘛，所以这个是这样子转的，所以这个的正好是五方五部的这个德啊，这个五分法身德，佛告诉我们说念五字真言就等于把整个大藏经都念了，你要懂这个是不是就把整个大藏经都念了？哎，
五台山为什么是五方文殊？代表五方五顶，又叫五顶山。这个顶代表如来顶啊，是最高的啊。文殊菩萨的智慧，不要说是千佛之师化身佛的，连报身佛、连毗卢遮那佛、法身佛都说他是我老师啊！你看对不对？哎呀，那还了得！所以我们念这个啊阿拉巴扎那的啊，这是哎，这个是哎，这里我这个一边念一边给你们讲解啊。你看，如果我不讲解的话，你光这样念，你知道它里面暗藏着什么意思吗？你看。尔时说如是，五如来法教次第说五佛观矣，则是时释迦牟尼如来说一切诸佛菩提根本，五金刚五顶甚至菩提解脱门，一切诸佛菩萨圣贤之所入处。要想成佛，不懂这个道理会不会成佛啊？哎，所以就是什么，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贤圣之所入处啊，一切初心菩萨及一切众生之所修正啊，观行成佛处啊，这是不是金刚座啊？所以我们说五台山是第二金刚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请问这个金刚座你找得到吗？它是哪块石头？是不是石头？是不是黄金？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啊。哎，之所修正观行成佛处啊，这成佛处就叫金刚座啊，就是这个智慧是不是就是金刚座啊？这个智慧是不是出生一切诸佛啊？哎，为一切菩萨之母，所有的众生你想修行，要不要懂这个道理啊？哎，要懂这个道理啊。一切大梵诸天、帝释、四天王等及诸声闻四部弟子、众善男子、善女人等之所修学成就无上正等三藐三菩提处，这就是金刚座的意思啊。像大梵诸天、帝释天、四天王天啊、声闻缘觉啊、比丘、比丘尼、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哎，都是哎修学成就无上正等三藐三菩提处啊，这个才是金刚座啊。这个你要懂了才真知道，你看到真正的五台山了，它才是真正叫金刚座啊。否则你这个不懂，你住到这儿，你住到这儿，连山神都耻笑你啊。我跟你说啊，有没有树神？有没有山神？有。请问这些山神他倒常常能见到文殊菩萨，我们这个肉眼凡胎见不到，你说山神要不要笑话我们？我们还老看风水，哦，哪风水好？哎，好风水就有好的神守着。你有那个德吗？你有德的话，你就住再没风水的地方，你往那一住，好了，那个地基主的级别升高了，土地神级别升高了。土地神级别一升高，怎么样？待遇是不是就升高了？马上就风水就给你照出来了，活风水，风水是活的。如果没有德的人坐在那边，那棵树的级别、树神的级别都比你高，那脑子里都起心动念都是不好的，都是凡夫的分别念，那个树神都会请你吃嘴巴子的。哎，所以说住山你有资格住吗？所以不破初参不闭关呢、啊、不破牢关不住山呢、啊、住山要有资格的，要开智慧眼的，没开智慧眼凭什么住山？住山那个三精鬼怪都比你厉害，哎，是不是三精鬼怪比我们厉害？哎，真的。有时候佛告大众：诸大菩萨摩诃萨，若有初发意菩萨及一切四部众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发菩提心者，曼殊室利菩萨当有是也。是不是接到我们的这本经了？哎，这里才接上啊。你看就我们这一省略，把前面都省略掉了，是不是？哎，所以我现在把你们给补上啊。
所以这个才接到啊，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也就是今天讲经的第三节课才讲到啊，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波大教王经啊，才接到这里。那前面呢，我就不在前面什么那个如是我闻啊，从那边我就不再详细的解释了啊，因为我讲地藏经，讲前面所有经都会对这一段都有详细解释啊，六种成就啊，在这个里面就是啊，我也讲了，他是佛是在摩悉所罗天王宫，摩悉所罗天王宫翻译成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自在天，就是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顶大自在天所说的。啊，说的什么呢？说那个毗卢遮那佛一模一样的法，啊，然后毗卢遮那佛说了之后，释迦牟尼佛再来解释，释迦佛陀解释了之后，今天啊，我传习再跟大家解释，啊，这样我这一解释，这个才跟这个经接上啊，接上之后，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文殊菩萨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不对？这个大智慧啊，他这个大智慧，这个金刚种子啊，只要你跟他有缘，他把种子下到你这里面。好嘞，我们都像善财童子一样，你不管跑到哪儿，文殊菩萨都能伸手摸到我们头，对不对？哎，所以才是，不管是啊，你供养文殊菩萨，还是文殊菩萨供养到你，都得成就。不管是文殊菩萨呵斥你，还是你胆子大呵斥文殊菩萨，啊。不管是文殊菩萨做你老师，还是你胆子大做文殊菩萨老师，文殊菩萨皆把你度化掉，对不对？这就知道为什么叫佛度有缘人呢？就差一个缘字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佛教里啊，我拿的这个叫法器啊，法器，你看如意啊，我们知道文殊菩萨拿如意，为什么呢？如意，这是我们啊，我前面讲的叫回头如意，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意思。念佛珠也是念佛，念佛，佛在哪？回光返照才是佛啊！一切外在都是生灭的，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要见诸相非相啊，则见佛啊。所以叫念佛，念佛，念佛就是什么？就是回光返照啊。我们听到声音了，哦，这个我们说，那耳朵怎么回光返照啊？就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性就是阿弥陀佛啊，这就这层窗户纸，没多的。所以你看古人，他不老和尚就这样一捧，你说他有说法还是没说法？有没有说法？哎，就这样捧在这里，有没有说法？说什么法？哎，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啊？哎，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佛珠子一拿，这佛珠子这样一拿，有没有说法？说什么法？哎，念佛，念佛就是回光返照啊。哎，所以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有没有说法？有啊，听懂的人到处看到都是啊。苏东坡看懂了，说西身便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这都是法呀。所以善知识引导我们从我们轮回的苦海当中回头是岸啊，这个善知识是有大悲心的，否则你轮回你轮回好了，关我什么事啊？哎，所以叫同体的大悲，同体的大悲，在圣人来看，都是我们都是同体的，啊，所以不忍众生啊迷失轮回。那文殊菩萨剑往头上这样一比划，就嗡阿拉巴扎那得得得得得，你看五佛冠，五佛冠就是代表那个得得得得得，五分法身为顶言呢，阿拉巴扎那五方五部啊，五分法身庄严。就是花冠呢、啊，五花冠，啊，那是代表五分法身的德啊。我这个讲地藏经也讲到了，那地藏菩萨那个头上戴的毗卢冠是什么？也是指的这个。但是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头，这个头它确实会开智慧的，啊，我就在五台山供千僧斋的时候，20年前，
1994年6月19日，我们师父带着我们在大塔院寺供千僧斋。塔院寺那个大殿小小的，不大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分两部嘛，黄教的做功课，就是在那个转轮帐那个边上，对不对？大威德金刚殿做功课，汉传的做功课就大殿里面。我和我们师父呢，每天就在这个大殿里做，大白塔前面做功课。那一天供千僧斋也是在那里，也是在那上香啊，念赞子啊，上大供的啊。然后我师父前面那个，我也把袈裟披上啊。我那个时候刚出家的，那个袈裟是冒充的呢。那刚出家，你说不披袈裟难看，披袈裟你披什么袈裟呢？对不对？哎，居士披的是幔衣，你说出家人又不能披个幔衣。但是你那个武艺也没资格披的，哎，我师父说还是披着吧，披的庄严一点。我说那披的，那我们像出家也没受沙弥戒，那叫什么呢？师父说那叫善男子。啊，这师父慈悲，开始披了个武衣。哎呀，这那天师父慈悲啊，直播披，我以为是穿了一个。所以那个衣，我那个衣就是在五台山请的，请了一个就像他们格鲁派那个衣差不多，黄色的，哎，这武衣，请了个武衣，穿的嘛是黑的海青，穿了个武衣，哎，说呀哇很好看，我转我自己看很好看。然后那天上大供的时候，师父念完香之后，哦，我是也跟着后念香。当时我走的这个方步的时候，迈的方步的时候，就迈的方步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这个头啊，就好像这个开了似的，头好像开了似的，啊，然后好像有颗，就头顶上有颗这个像水晶珠一样的明珠啊，是当时的感受，哎，所以当时他们正好居士给拍照嘛，我们上供拈香，国外的居士给拍照，所以当时得有照片，那照片拍出来的就像现在我这个头就是这样的，啊，哎。嗯，就是这叫琉璃色啊！你看文殊菩萨500岁，活到500岁，哎，琉璃色，哎，啊，就是，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师父的加持，文殊菩萨的加持，对不对？说师父重要吧？哎，对，哎，所以我们到法堂之后啊，就要这个，所以法堂里面有一句话啊，要唱的，叫法门龙象众，当观第一谛。第一谛，第一谛就是文殊菩萨弘扬的。我们来听经闻法，大家就是啊，不要交头接耳，不要啊散乱心啊放逸心，要回光返照。所以我今天呢特意捧着，不是我臭美啊，这是法器啊。过去人不需要说法，中国人很含蓄的，佛教徒也很含蓄的，捧着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就这样各个回光返照。哎，叫法门龙象众，我们听经闻法都是法门龙象啊，法门龙象众，当观第一谛啊，第一谛啊就是真实理谛啊，真实理谛不染一尘啊。你从什么地方见文殊菩萨啊？你能以色见文殊吗？能以音声见文殊吗？哎，不能啊。请问文殊菩萨跟地藏菩萨是一还是二啊？一。文殊菩萨跟释迦佛陀是一还是二啊？一。文殊菩萨跟阿弥陀佛是一还是二啊？一。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是一还是二啊？一。哎，就对了，那你们就入不二法门了。这就叫大种持门呐、啊，叫金刚啊，这叫性海啊，金刚性海啊。哎，那你这样久久修习，久久修习之后，就一个字好了，你就会把这个功德就会现出来的，啊，一个字，啊，一念阿，就是清净无生门；念这个拉，就本空离尘不动门。八，入法界真如平等门。扎就是净土的
妙观理去净土门，那就是金刚菩提解脱门，阿拉巴扎那。但每一个字你都要久久的去修习的。你比如我今天闭个关，我今天闭阿字关，就完全安住在这个根本清净无生门来修啊，阿字，最好这个时候就是越寂静越好，越寂静越好，阿字观。这阿字观的时候，佛陀几十年讲的般若全部在这一个里了啊。你看阿字观，每一个都要这样子去修。比如说我一天乃至七天专门修这一个，这样子修修修修，把它修纯然于心，这个德都能出来了。这个时候那你在遇到什么，你平时或者念阿拉巴扎那德，这个一念念起来这不得了啊，宝贝都串着一串子啊。否则你那个嘴念出来阿拉巴扎那德，你这念出来那个鬼一看里面没东西的，鬼一看没东西的。那你这个有每一个都有观修啊，甚至行种种的行，然后回向到这个里面，回向到这个阿字里面，根本清净无生门，回向着供养这个清净无生门的供养他啊，安住的三轮体空的这个阿字去修，放生，放生的时候安住阿字去放生，无我，没有这个放的鱼，所有的我也安住在阿字里，这个鱼也安住在阿字里。西藏人放生，他就会把牛头上写一个翁字，写一个阿字，他不是说拿笔在那写，所以要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观修的。如果你这样子观修出来的话，那你比如说我这一次闭关啊，整个把阿拉巴扎那的五个字我都能观修啊，三个月啊，或者是一年或者三年观修，或者熟了之后啊，事出世间啊，我们这个处处行菩萨道，回向到这个阿字的这个空啊，这个里面。那你这样经过修习的，那你以后念出阿拉巴扎那德，哇，那是不得了的，那个力量可不得了了。哪里说风水不好，你往那一踩，一观修的这个嗡阿拉巴扎那德，好，这马上这风水呼就变过来了，特别好。因为什么？这地方有福德了，有福德了，有福德了，风水就好了。这地方闹鬼的，你早往那一走一站，嗡阿拉巴扎那德，这鬼该往生哪儿往生哪儿，该去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该去妙喜世界妙喜世界，该保生世界保生世界，该这个成就国土就是成就国土，该往生哪儿往生哪儿，你这威德力大吧。所以这个会修行的人，你看就变成世间福田呐。会修行的人，那你就人，你人就人已经变得真理化了，你这个人已经跟那个嗡阿拉巴扎那的已经一体了，人即是法即是真理，你这个时候你的心通达无生意的，你这个时候就是佛，你的这时候显现的，你比如我们出家人就是身，然后有这个法，